菲姐，你认不认识什么私家侦探呢？我想找一个人。嗯，那你帮我打听一下啊。爱你。除了你还爱谁？你听到了？我全都听到了。你想找谁？你不说过不干涉我的吗？我当然不干涉了。我只是想说，我可以给你介绍私家侦探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再说贾飞哪能认识什么私家侦探啊？那你直接把侦探的电话告诉我。嗯嗯嗯。你想什么呢？我就想吃个樱桃，让你喂我一下。啊啊啊！想吃，自己拿。味道不错，樱桃这种东西，真的是多多益善，越多越好。李一舟，你这个臭流氓，我要报警让警察抓你！你不要我帮忙吗？哦，你说。一，拿起你的电话。二，打给文丽。三，告诉文丽你想做的事情。文丽可以指挥整个灵视，而你可以指挥文丽。林一舟，你对我真好。既然如此，那美丽的夏小姐可以跟我去睡觉了吗？你现在怎么三句就离不开睡觉啊？因为不巧，我想睡的人是我老婆。你。